入新一年，香港人有不同的新年愿望。送走2016，超过33万人在维港两岸参与倒数活动和观赏烟火音乐汇演，迎接2017，一人有一个新年愿望。学业进步，升职加薪啦，都系健康快乐，搵多啲钱，社会和谐，咪做大嘥鬼，好唔好？新嘅一年，新生命带嚟新希望。这个元旦 BB 在2017年1月1日凌晨零时零分抢闸出世，重 3.15 公斤纯产，是一对80后港人夫妇的第一胎，他们暂时未为 BB 改名。推了个 BB 出来就真的觉得哇，这个是我的仔来的，这样 很感动很震撼。我又不会说做些很怪兽妈妈这样，我比较 prefer 就是可能他是即独立思考啊，同埋我比较着重就是他自己嗰个品格方面咯。父母都话只要 BB 开开心心健康成长就已经足够。超过2500名建议就参加在港岛南区举行的元旦冬泳，泳手由中湾游到浅水湾，全长大约600米，作为迎接新一年的开始。香港电台记者陈耀宗报道。